他这个配菜正好打他。五岁了吗？老板，你不是刚五岁了？你干不干完呐？干吃吧，干上哪里炒菜进了，我给俺们发快递。对，这萝卜。得起码两斤灰。萝卜长得好快呀、啊。人家是什么活动一起搞耶。嗯，哎，红皮萝卜，哇、哦，这些菜都长得好快呀、啊！它可以再长大一点的。这不是樱桃萝卜，樱桃萝卜长大了就空了，它品种不一样。这几个。还有点小，这个就可以了。啊，呵呵，这个缨子割下来可以做酸菜。不脆。20斤。你二十斤两只，对，有的呀。啊，这第一批萝卜好嫩。这个用酸水腌一下，腌成酸萝卜，里面放冰糖，就是酸甜口味的，很好吃。我们这里很喜欢吃这种萝卜。这个梗子把叶子拔掉。泡起来脆脆的也好吃，我们这里有一些萝卜店，就专门卖这种卖。这叶子也可以拿回家给鸡鸭吃。嗯，今天萝卜比年年的还要长些，年年是圆的，今天是长的。谢宝，这是萝卜。这萝卜要发了就不能洗，放到这里面晾干一下，洗了容易坏。
他们急了。嗯。这个都有防御。啊，这两个太脆了，裂口了，碰一下就裂了。32斤，30斤。我躺一下，水干一会哦。嗯。然后就水干净，抿一口气。今天你得不炫起了，我纯酸的。这个冬虫的汤。嗯。我在冰汤是啊，对，酸甜的美的都美的人都多些。切成丁丁可以腌起来，腌成萝卜丁丁菜。这些最贵，嗯，颜色都是红红的呗。一个人多少钱读书？多一摊子萝卜菜，买啥说你连他买心儿都。哎呀，你还有没得？你妈洗个水花。萝卜菜，我不是给他。哇，好香，我到这儿都闻得到。萝卜头切成片片，在太阳底下稍微晒一晒，再放一点盐腌在坛子里面也很好吃。明天又要出摊了，这红萝卜一该浓浓的萝卜味儿，闻到了。这萝卜好大，哎呀，都是几个布，看看这是皮的没得，那就底下那一坨，哎，你把那哈，布。